好吗？我还是有做很多好事的，只是我没说。没办法，比较低调。听到没？别低调，想听你说一下。有点难以启齿啊，兄弟们，感觉说了有点小装，不太好，还是别说了。河南200万捐款，那个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？对吧？那个不会有人不知道吧？我觉得好像大家都知道那个事，那个就没必要再说了呀。那不是这不是吧？顶的一波有点浪费了，该说说。后来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先把这把赢了再说啊。你是怎么敢的啊？这枪怎么都 KY 的呀？那你又是怎么敢的？回头打我，下路这不是一波机会吗？兄弟们，佯装起来，我顶！等他耳机了没有？啊，砰砰！交技能呀！这么好的时机不交技能，我蓝没了要啊！我蓝还在。这不动手啊，我的好兄弟！稳住！我来了，兄弟们，发起进攻，都把人给我留住！一技能。我顶一个，两个，还有一个呢，还安琪拉，他在回来的路上，晚上他被杀了，他真不在那个草里面吗？你怎么回事，马超？进他们家野了，这波必进。哇，他怎么绕到这里去了呀？你怎么敢的？打不起来了，那拿主宰了。不急。我顶啊！那去拿蓝了，把握好节奏。你怎么敢的呀？
我顶，让人头了呀，上大分。再往下吧。想一下，他蹲草，我根本就不怕的，他蹲草，你怎么敢的？你再捅一枪试试。那去上路。对吧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没有大，稍微猥琐一下。这波电刀一做，游戏结束。蓝 buff 有吗？蓝 buff 没了，奇了个怪了，什么你还打，你还真敢过来，我顶两枪我顶顶来了，两我真的是吐了呀，这还出了个护甲吗？刘备带什么铭文？异变、狩猎加鹰眼。这一波还是要等电刀，我感觉我还没进入最强的形态。当我拿到电刀的时候，那个枪法实在太快，别人就顶不住了。电刀一拿基本上 OK 了，注意看我的神奇枪法，首先开启一技能走过去，灵性一小顶开大刀两枪，再接两枪，哎呀闪现了，这玩得好呀，是不是？你能感觉到下面的四枪它肯定会爆炸的，但没办法，人家有闪，好吧，再补一手大吸血基本上结束了啊，这回是真结束了，刚才可能觉得在吹，再补一手大吸血，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死了，明白吗？双抗容易拿，留个惩戒。下路他们压力很大，他想反蓝，这一波他们反这个蓝，他都必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这一波进场，我这直接进场，一手惩戒，哎，推。推我顶推，买了个装备，他把人都带过来送我，直接顶一手两枪啊！人过来，哎，跑！哎，哥，成全我，成全一下，是这个意思。好烦呐，这个人挺坏的，他还给我按回城。我麻了，
气死我了。这就是你不承认我的后果。人呢？好，灵性走位，实力反拉，上去不好打，我没带，我只能低调一下。拿来，上路，一手惩戒，我开个大，我顶一手，完了麻了，兄弟们撤了，可以吗？啊，不可以啊，我真的是醉了，这个有道，那个有二技能，真的是烦这个鬼虞姬。头疼。哎呀，这个虞姬，这个二技能时间怎么这么长啊？自己玩虞姬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虞姬二技能这么长，是吧？对方这个二技能仿佛过了，在我面前是过了一个世纪。你是必须的死，我应该出个那个，你啊！我这是麻了呀，他。还有二技能顶那么久，你什么意思？他什么意思？你打他？我说你错了吗？还有你，我一手惩戒，走啊！你走。不是吧，老弟，这一次我开大，你爆不爆炸？忍不了这个虞姬了，兄弟们，敢回头打吗？就你一遍，回头，不回头杀他。六，他又在逗我的队友，你逗。两枪明白了吗？
啊，恭喜不现身啊，恭喜你中得手机，恭喜你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